就说主人快过来快过来马肉肯定不想 Soulkey 出现，因为在他的像这样的选手，他的定的目标肯定是冠军。冠军，那冠军的话这种人就不能出现，对，不能让 Soulkey 出现。我们来看一下地图，来到了极地永夜十二点位置的就是，哎呦 Soulkey 又放快狗脾气 gap， 下面就是 Soulkey 是快狗吗？你确定吗？重来都留着了吗？哦，实地是十地还是九地？造房子了，十地，十地，九地，九地吧。他刚补了第十个农民，那对，应该是九地吧。屏幕太小了，看不清。又要开始在那边秀，秀你妹呀！我靠！哇，遭中了！你排满都放那种战术，投一个农民 ，BF 开，啊、哦，地堡开，哎呦。地堡开的话会探路，所以说应变一般是没什么问题。而这个地图建筑学好做，三个建筑可以把路口堵死。Soulkey 只要一个水晶就不错了。对，应该是可以，这次总算是可以搞定。嗯。哎，没关系嘛 ，Soulkey 就当放一盘嘛。那后面我自己选图。哇 ，PG 盖牌这么稳啊！我现在看到肯定地堡下去。一级再加上一个 BE， 哎呀，那说起这边什么都打不到。他实地转运营，他是先二级地再下女王的，这种呢运营上面会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。嗯。收起小亏，六四开吧。嗯，六四开，对，六四开。但跟这个地图呢，因为如果这个地图你前期运营吃了亏的话，对手中期这一波出来你就更难挡。对，所以说局势再换到这张地图上面，可能就变成了七三开，再加上神族也满音吧，啊、嗯，七点五吧，八二开，然后再加上这个 PC gap 那么狗，所以是九一开，对吧？啊、那还有什么可以再加一点？再找一张理由。这 Soulkey 脸上已经写了一个死。这 Soulkey 我们看到这两场比赛都选择快狗，可能也是因为就首先第一张地图他不会，对，很难打，很难打，肯定要快狗。这张地图也不好打，你选的。对，我都跟你不跟你正常打，就没有必要跟你正常打了，浪费时间，拼一枪，拼一枪。Soulkey 直接选择三开速三啊，看到他这个三开的时间，在实地的情况下选择了四分半钟把三 D 地拍下去，意味着他的女王啊是基本上停的，很晚很晚。对。就是其实对哦，完全不造女王啊，现在终于造了，直接是先放三 D 地再造女王。对，那没办法嘛，那也是三 G 地优，我感觉是三 G 地优于女王。三 G 地的话有军坛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他是选择一插一追猎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母舰核心先压制，还能防守一下。那边三矿可以，女王可以先出来。嗯，我就感觉打这种带母舰核心出来压制的，你三矿女王早了，防守就方便一点。对。有时候三矿爬一个加上他自己造一个，两个女王就可以防住，两个女王是稳妥防住。对，这确实是这样的，三矿有两个女王就意味着他可以直接打过你的母舰核心。对，要不然的话你女王打母舰核心打稍微被干扰，再加上插下面稍微蹭两下摸两下就打，跟你骚两下这个就死掉了。好，而且如果走过去的女王由于没有军坛走得很慢，也有可能被插干扰。对，那还不如就三基地早一点打下来的话，这样一来的话，神族是四气 VS， 那么也是对虫族没什么压力。哎、他应该看到四气。Soulkey 这边还是选择六分钟两气啊？对呀、啊，就实地的情况下还六分钟两气。他不想自己的科技节奏变慢，因为对手其实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。如果你的科技太慢的话呢，你整个 timing 计算上面可能会有些问题。嗯，也可能是有这种想法。反正他现在看到对手的。四气了，如果能看到 VS 的话就可以又补一圈农民。对，刚才他跟他第一轮是跟那个青本打的，对吧？对，青本的凤凰在这张地图上面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杀伤。凤凰第一轮有打这张图吗？ 对， 对对对，就造了八个凤凰，你还记得吗？哦、然后他三矿那边农民一个就凤凰没停。对，
然后三矿从来再也不敢补农民。对对对。狗速，狗速先生，二本，他好像也没有下飞龙塔，下蟑螂塔的意思吗？感觉没必要吧。拼了，对手因为其实很危险的，万一对手用那个凤凰带叉，其实是很危险的。而且好像 PG Gap 确实是有这个想法。嗯。哦。Soulkey 这边就很有觉悟，六个防空加持，刚才被烤惨了。对的，现在 Soulkey 就拼一枪了，完全是打一个默认对手不压，你肯定不压，压了我就死，就退了嘛，就好了。经济是亏的，对，他只能拼一枪。一般来讲，正常的情况下 ，Soulkey 肯定不是这样打的。对，正常的情况下，现在应该出点蟑螂。现在的话，差不多这个时间应该出点蟑螂，对，保个底。看到凤凰飞过来的时候嘛，就出点蟑螂，防守一下。不过现在 Soulkey 好像是完全没有出蟑螂的意思，那他双 BD 也没下，40哦，准备直接跳40，蟑螂都放弃了，省着150块钱，因为前期吃了亏，对，他极限的能省就省，那么直接爆一波刺蛇，爆刺蛇的话，但是这边 PG Gap 也没有下三矿，肯定要出来开三矿的。 PG Gap 四兵营的话是先开三矿的这种，先补兵再开三矿的这种打法。哇、哦，好多叉！好，直接用凤凰带一波一攻叉进行一个压制，绕过了对手正面的一个侦查。对，压三矿。不过出来的时候刚好刺蛇应该也在造，现在应该差不多要出来。这现在看到了。我觉得基地可能要掉，一攻叉那么多，掉的概率非常高。你出一点点刺蛇，哦、还有凤凰可以辅助，对吧？对。基地估计掉了。基掉了就感觉没法打了，已经。掉了，这场比赛真没法打了。哦，这个凤凰已经在这里等刺蛇。掉了九十零开，对不对？对，给我们一个理由。对的，基地掉了就十零开。好，对，强抬刺蛇，这个确实是打不下去。嗯，肯定打不下去了。哎，这还接叉什么意思啊？这没必要吧？都打死人家还要接叉，尸体上面还要踩一脚。嗯。又补两个兵营，他要把对手三级地插掉一次啊，那么狠，过分了，这真有点过分了，这有点过分，这四个插就是埋伏着的，哎呦，这墙上抬女王，抬刺蛇也不要抬女王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刺蛇其实一轮就死了，如果抬刺蛇的话加血，我感觉就没机会，八十血没机会，两下六七个凤凰一轮就死，肯定没机会加血。这边立场放的不错。三矿也是能够成功的蹭起来，这场比赛 PG Gap 扳平的概率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。对，可现在想赢可能性太低了。下飞龙塔，给他留个一成的胜算，给 Soulkey 留一成的胜算，一成太多了吧？一成吧。PG Gap 现在右键点上去完全不反抗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一成的概率要搏一下。他为什么现在不转泉水沟呢？哦，泉水沟好像还有救是吧？也不是有救，他可以把比赛拖下去。哦，有拖的，我可以把这个比赛，比如说本来是20分钟解决，我变成40分钟解决。恶心恶心，还是输？恶心恶心你，对吧？哦，他还要打决胜局的，他不想浪费体力。哦，对，这只不过是 loser 之间的战斗 ，loser 之间的战斗确实，他要保留体力来留到最后的一场比赛。怎么和你这只鸡浪费这么多时间？嗯，有这个想法。那现在就出一波腐化 A 出去，然后找一个GG的理由。哎呦，这边也是选择巨象带虚空，哦，果然是一波腐化。爆了一波腐化，人口还是比神族低，真是，唉，就算你腐化打赢了，你地面也站不住。对，更何况腐化还不一定打得赢，上面还有这么多凤凰。先送凤凰，然后再送虚空，嗯，还可以打。是吗？我觉得空军送光，
地面傻刷追猎都有机会，神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。哎呀，那只能再把巨象送一下了。送巨象的话，那神都就输了。送啊，送一个，送一个，送一个，那么小气，那么大优势送一个，你对得起？那我又不能输的这么。就是这么假啊，但是又要给你机会，啊、一个一个送啊。这个已经准备，他转身腐化带飞龙，对换家。但是这个空军数量差太多了。说人家这直接爆空军你也打不过。嗯，而现在虚空带凤凰是打得过腐化带飞龙。对，凤凰这么多，他虚空也没停，直接神族 A 了 ，A 了 ，A 了 ，A 了就更没机会了。两个反抗，拿什么反抗？腐化这个数量在一轮秒不掉凤凰的情况下，凤凰可以绕着腐化打飞龙。嗯，你的速度肯定会让你脱节。对，然后飞龙点光了之后，也就不管你腐化了。对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可以爆蟑螂，强顶这一波。反抗象征性反抗。不要说我没有反抗过，神族这场不要出致命的失误一般是很难输的。他这个兵中右键，现在右键过去、嗯、右键过去会输、嗯、只要不是右键，只要摁了 A 键我觉得叫什么，可以让对手一个充能，对吧？绝对可以让，让一个充能。虚空不充能让你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就是少打一个兴奋剂吗、嗯、没事。诶，这儿各种走，他要选一个好体位。哎呀，这个体位 A 上去，空军哦，哎呀，巨象虫族还只有一半的部队，下面还刚刚上来。嗯嗯，巨象已经输出了很多轮了，哎、但是这个追猎已经是无敌了，处于无敌状态，然后可以绝技对叫无敌大追猎。天上还站着虚空，对吧？你接手接蟑螂你也打不过他了，你接刺蛇打不过他线刷的叉。这个怎么办？没办法呀，这没办法，这个是确实没办法。这亲不可以的，脾气干嘛这么稳的？还要等一轮追猎？我要做一个胜利的 loser， 我要做一个 loser 中的 loser。跳的跳，哎，这手随便跳一下，没什么操作压力。欧洲农民拼一枪 ，Soulkey 可以的，该做的都做到，打出风采吧。你这也就打出。再来的话 ，PG Gap 是跟对手战成了一比平，那 Soulkey 肯定要选戴达罗斯。嗯。Soulkey 印象中好像也没怎么打过戴达罗斯，嗯，是吗？没印象他有打过戴达罗斯，这种一般性都是二比零直接胜出的。哦，像之前那个有什么必要选图？32强的时候，这鸡就随便干干，嗯，让他选一张图再干死他，嗯，是不是就没机会选戴达罗斯？好像也是啊，这谁打我打成这个样子的？嗯，你是第一个人，不错。让你看看哥在戴达罗斯上是怎么干的。我是感觉 Soulkey 在保留战术，保留体力。就你看他放两盘快狗，就是嗯，对手优势图我就随便打打。对，果然是戴达罗斯啊。嗯，这个图还是要选，其他图没选的必要。不，在相比较而言，只有这张图可以选。哟，整理了一下发型，我的名字叫西西。不要乱，不要乱。西西的名字好像叫陈峰。对，陈峰，我叫陈峰。太像了，可惜没有 WCG 的，要有的话 ，PG Gap 如果出个线，带哎呦给他看一下。哎，兄弟呀、啊，失散多年的兄弟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边马上要开始了比赛，不希望看 PVP， 加油啊 ！PVP 下个礼拜有的好看看了，我还看点别的吧。